我不信，怎么可能那么强？哇操！打不飞啊，还在杀人，全部都是 miss 格挡 ，miss 格挡。等一下，世界大战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在网点了，他们在网点了，两只鬼都在哦，没有全部吧，但是两只鬼都在，要干死。这到底是啥小啦？双方各自有多少层？他那个一只抵十只吧，你看这两只一只抵十只啊，我这个宝珠已经弄到已经很顶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被这两只打，一样是秒杀，你们就知道这两只有多夸张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就是完全不要打那两只，因为我看昨天我们打就是太多伤害打在他身上都无效伤害，对，直接去打他们后面的啊，我们前面两只那就冰起来就好了啊，如果没有冰到的话就是被打了就跑啊，对，打了也没有用，那不理他不理他，先打别人先打别人，很扯哦，很扯哦，可以打看看啊。很扯哦，他有黑的就黑他。哎，两只都来了，两只大的都来了。哎，冰到了，冰到了，打沙魂，打沙魂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，不要打他。沙虎那只软一点点，比小恶魔软一点。沙虎在跑啊，他顶不住，他顶不住。你看，这是沙小，一百个人打一个啊，笑死！但一百个人打一只打不飞，到底是怎样？你看这一百个人加起来的氪金量应该是超过小恶魔，但是他一个人花这么多就可以一个打一百。哦，两只来了，两只来了！不要不要不要！飞不走，推销他，恶心他！一个人单挑跨服金网，哎，爽哎、欸！那干他过来，刺客干！你撸过来，他两个胜，两个胜。两只要吃完哎、欸，不会真的被他们吃掉吧？哎、欸，其他人都不来、欸，剩那两只。养啊养啊养啊！哎呦，不养不养不养，有点痛。干啊！哇，他刚刚有一招超痛哎、欸，那个是经济吗？一开始还好，怎么突然爆一大格哎、欸？打不赢他，我们就恶心他。你们知道这个香蕉可以把对方的那个二段加速消掉吗？二段加速跟虚空精髓全部都消掉，所以你要恶心一个人，就是学那招就对了，毁灭之咒。我绕过去，冲啊！哎、欸，跟卡住，靠背，再冲一次，冲啊！你那下，吃香蕉啊，吃香蕉，干！哇，差点死去！你看雪兔花五百万台，被当狗打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他被晕了、欸，雪兔晕得到他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，雪兔的高光时刻，打不飞他就黑他，再烧他。哎呦！哎呦！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沙虎来了，沙虎来了，你走哦！我们超他一个就不行，超不飞啦！干！哎呦，两只！怎么可能那么强？我不信，怎么可能那么强？哇操！
打不飞啊，还在杀人，全部都是 miss格挡，几颗流星砸在他头上啊，十颗有没有？哎呦，走开！我还没飞，还没倒哎。 这个网站打好久，因为我们在那个啊，阻止他们吃网，可能也不一定阻止得了，但是就是能拖就拖喽，最好拖到他们放弃，打他都 miss 了。他怎么办？他直接站出来，难道我们要对哦？没有，他应该强出网，他跑。 那我们应该都有被射警戒啊，对啊，我也是靠近这边抓过去啊，怎么会打起来？很简单啊，因为其实原本我们跟琪琪二就在打了，跟关月他们就在打。有一天他们这个跨服，因为现在有活动，就是要摸网，摸网会有那个凭证啊。哦，但是因为琪琪二他们原本有宝宝网嘛。 有一天，我们这边的丁克他们猛啊，他们要去摸网，要拿那个活动凭证，也没有要跟他抢网，因为也不可能抢得赢他，因为他那两只太恐怖了，就只是摸网而已，然后他们就被小恶魔杀了，然后就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就要开打。而且这游戏还有一个东西叫大范围 PK， 你把大范围 PK 打开啊，人海战术就没什么用了，大范围 PK 就是你的伤害技能直接扩散了。 他们小只其实没有死人惨，因为他们小只根本没来。他们小只的应该有100只以上，但是他们小只没有来。哎，还没死，快来！哇，还没死，他们很急。哎，他们小只的来了，他们小只的来了。他们小只来了，超多。 终于轮到我们游戏体验了吗？超多人，这个感觉大范围可以开了，大范围开炸，轰！我炸！靠腰！哦，有，炸到好几只，想办法冲进去里面炸，不然那一坨真的是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好多人哦，他们。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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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一堆爸爸在帮他们守门。小恶魔。哦，应该死了，他们全回村了。就不会去硬拼了、啊。这神秘神瓦卡池超强，哦，为什么那些小恶魔那些可以绝对回避撑到这么高？因为他们的娃娃这个卡池都是满的。你光看这个绝对回避就多了几点，16这边就16点了。那再看另外一只，28，下面这个是共用的，所以总共差了28点绝对回避。那这只是宠物而已。那你再看变身，变身每一只的卡池都有这个绝对回避。 它是局变全满，所以它的绝对回避多我100点以上，就是因为这是局变局瓦全满，然后金变也全满。你看这个卡池啊，很多的绝对回避点数啊，都是要从这个金变卡池去拿。你看每一只都有最难拿的这个属性最强的属性。
就是只能从变身娃娃卡池，还有这个收藏去哪？但是收藏我能弄的啊，你们有玩的点开你们的收藏，看一下你们绝对回避收了几点，我收了50点，我收藏现在74.83，快75%，我收了快50点的绝对回避，我还差他们100多点，全部都是在这个变身娃娃卡池里面。这个为什么会打不到？就是因为这个属性，他这个属性已经升得太高了。他假设他350绝对回避，我命中300，我基本上是打不到他的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打法就是想说试试看他能不能用冰冻的，就是用这招把他冰起来。但因为我就按不出来啊，这招我按了很多次按不出来，我想说看能不能用这招去牵制，因为我们的冰冻法没几只啊，可能要等这个多一点，这技能多一点，不然能限制他们的时间有限。好啦，我今天就差不多先看到这里咯，大家早点休息。